阮用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台湾的困境，共同找出一种基本有进步的改革可能。大家好，我是新一陈义奇，欢迎来到咱的新一政经书。咱今日呢邀请到另外一位少年家，伊叫做张博洋，伊过去是一个工程师，那伊目前正是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欢迎张博洋来到咱的现场，但是大家拢叫张小博。来，小博。大家好，初次见面，我是张小博。那因为我是屏东的客家人，所以我客家名字叫做钟博勇。那很开心能够来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那因为这个2018年本土派全面败选之后呢，我觉得台湾的政治已经往这个舔中比赛的方式在进行了，所以我决定要来加参与这个政治，然后共同为台湾来看能不能寻找出一个出路这样。是，咱做欢迎有这个台湾心的这个张小博来到咱的现场，跟咱共同来探讨台湾所遇到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以及的国内的政治经济种种的问题。一起，在这个去年啊，2018年吼，这个本土派全面败选了后啊，其实台湾刚刚是用这个寒流席卷啊，全台湾拢在看讲，什么人会要开始要舔中就对了啦。啊，譬如讲，这个柯文哲爱就来讲这个两岸一家亲嘛。是啊，这个韩国瑜吼啊，比佫较鲁含哦，伊在讲的是这个你侬我侬啊，这个指腹为婚呐、啊。国民党这边啊，要选总统的三个人，一个是王金平，一个是高玉仁，一个是吴敦义。高玉仁不是要选总统，是这个朱立伦的岳父嘛，吼，阿姨嘛，因为因的这个朱立伦要来选总统嘛，所以因这三个人分别嘛来讲出一挂要为中国较好，阿爸较亲中舔中的这个言论呐，吼。是啊，伫这个状况之下，是不是讲台湾这个政治的环境变成讲爱用舔中，然后才能够来参选这个总统？那这样子，台湾是不是会被带往一个舔中的路线？是，小博，你头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尤其是2018年败选了后，台湾都要开始产生一个潮流，那个潮流就是大家人爱摸中国的大腿就对了吼。那会使讲以亲中啊，不就舔中就对了，诶，大家敢爱做舔中的这个比赛吼。但是其实台湾社会对所谓现主席国民党，尤其这个包括柯文哲两岸一家亲，后人你侬我侬，指腹为婚，甚至将来要选总统，大家人拢爱修身吼，国民党来表态。讲伊支持啥物？两岸和平协议啦，吼！啊，吴敦义讲伊动算，甚至开出支票哦，讲伊也动算，又马上要来签这两岸和平协议了，对啦，吼！敢那无亲中无摸中国的大腿，台湾就无出路了，对啦，吼！啊，这个亲中的这个比赛呢，其实咱应该爱改放伊一个时间轴内底来看，这个时间轴内底呢。就是2018年11月24日，就是去年的这个10月24日号的这个选举。地方性的选举，但是伊具备着2020年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意义。这场选举内底败选内底，10月24日国民党大赢。有足侪人讲这是民进党选输，国民党选赢，其实唔是哦。我大家报告，尤其甲咱观众朋友提醒一点，其实呢，选了除了民进党伊咧检讨败选的原因之外，其实美国嘛咧检讨败选的原因哦。美国咧检讨的败选的原因的时阵，向咱台湾人民、台湾社会感觉到一件代志。迄、那个代志啥？就是讲，这场选举内底，是这个所谓的国民党赢、民进党输，遐尼简单，应该是讲亲中的赢、亲美的输啦。就是讲，佮具体来讲，就是讲中国迄个赢。美国输了对啊，然后台湾的这个脉络，所以你有看到无？10月24日算输了，10月13日、12月，隔月差不多过两礼拜了，12月13日的时阵，美国伊就6个跨党派，不管是民主党还是这个共和党跨党派哦，川普是共和党的哦，因跨党派的这个参议员，因的这个联名哦，上书给因的国务卿的迄个蓬佩奥，甚至搁给因的迄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吼，这个瑞伊，伊要呼吁一件代志，美国爱去调查到中国以2018年的11月24日的选举内底，这场选举内底介入台湾的这个选举的代志，无偌久尔。同款，即个12月，即个18日过五天，13日，因的迄个参议员写批去了，来过五天了，因的《华盛顿邮报》就报道哦，伊的文章就讲中国呢，以这场选举内底，伊希望讲以这场选举做一个试点，以未来2020年会使将伊讨厌的民进党的候选人改安落倒，扶植一个亲中甚至较好控制的这个所谓的代理人就对啦，吼，对中国较好的这个候选人。
接下来呢，同一天啦，12月18日，台湾社会足少去探讨的。咱伫节目当中不断的耳提面命是啥货呢？就是12月18日同一天哦。这个习近平其实是这个选举了，2018年十月底这场选举过了，伊第一道发表对台讲话。但是伊这道对台讲话就无同款，因为过去伊的对台讲话拢是足刻板的，敢那八股，你知道？讲啊，我们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啊，爱安娜的这个九二共识等等，巴拉巴拉这样物件。但是我大家报告，12月18日，伊以因中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发表谈话内底，伊就讲一句话，一句话就无简单嘞。一句话讲吼，咱台湾人民真正爱好好听。伊讲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甲主导权，就是已经吼牢牢掌握台湾啊两岸未来要行的这个走向的主动权甲主导权啊。哇，嗨啊，不得了！接落来尔，这件代志发生过了有无？1月2日，伊就阁发生着一件代志，就是讲，伊1月2日的时阵，就是拄好因的40年前，因有一个告台湾同胞书，因为迄年拄好因要甲美国来做建交，啊，建交来了，完了40年过去啊，40年过去了，因呢，迄个告台湾同胞书的40周年，伊就发表1月2日，2019年，今年。伊就讲啥，咱呢未来台湾呢，伊要甲台湾未来前途一锤定音，叫做台湾呢方案呢一国两制的版本就对了。来讲未来呢，台湾只有惊这个一国两制，好了，香港，但是会使有一个台湾的方案就对了。当然蔡英文听到这句话，你啊，唔知伊倒位捡到枪，你知道？原本蔡英文是对这个咱的这个两岸关系吼，这个尤其对中国拢做低调低调，谦卑谦卑再谦卑就对了，吼，你妈拢醉去啊，对，醉茫茫。但是一直到唔知哪倒位捡到枪，你啊，吼，安尼开始扫射啊，伊就讲阮台湾人民吼，无同意一国两制，而且这场的迄个讲话内底，1月2日习近平的讲话内底已经证明一件。歹势啦，无啥物九二共识，恁所谓的九二共识已经无模糊空间，就是中国讲的一国两制。无过去咱台湾呢，吼一寡政治人物拢安排啦，讲九二共识就是啥？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嘛，其实拢无各表，拢是白贼的。习近平其实已经甲你脱明讲啊，接来无偌久尔，你会记得蔡英文伊安尼吼，捡着枪扫射落尔，甲伊回应，强力回应尔，哦耶，民间声望起来了，马上哦，国民党伊偌厉害呢？马上做两个新闻来扰乱视线。第一个事件就是迄个450亿个退税，你够有印象无？有。哦，咱观众朋友刚才想者，第二件就是迄个口译哥的事件，有无？口译哥的事件，因一开始讲哇，那叫蔡英文安尼乱枪扫射，打一个中国安尼晕眩去的时阵，娘娘两个事件马上要转移焦点，无偌久，柯文哲就跳出来讲，伊讲啥呢？柯文哲就跳出来甲迄个台湾人民讲，吼，伊讲啊。这敢那台湾人吼是抢匪，咱要去抢银行，美国是银行，啊，中国警察伫边啊看，啊，那是安尼，明明应该是中国开始迄个抢匪啊，啊，变成咱台湾是抢匪啊，啊，中国讲变警察，甚至呢，柯文哲马上呢，伊就提出迄个两岸一家亲了，无偌久对，韩国瑜就出来啊，伊就讲啥，你侬我侬，子父为婚啊，吼，安尼落无偌久。国民党的政客就开始两岸和平协议弄出来啊，所以都产生到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叫舔中比赛，就是讲亲中比赛，或者英语来讲叫 Race to the China 哈，安尼意思就是讲，大家人争相来摸中国的这个大腿，所以这个时间轴内底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知影讲啊，是人台湾很主席的这个亲中的这个风潮，其实如果为2018年11月24日这场选举的脉络内底，时间轴一揪出来，你就知影讲啊，咱台湾的政客其实拢会呼应中国习近平吼，诶，这个迄个说法啦。是，即头拄啊，一起你讲到这个蔡英文捡到枪吼，其实他有点像是说，蔡英文捡到枪之后，让这个习大大脸上无光啦，妆都花掉了，所以这个台湾有一些政客呢，就赶快帮这个习大大组织呢来补，帮这个补妆就对了啦。那这种台湾政客这种思维，其实在国外也有这个案例哈。因为之前我们政经署有讨论到说，这个澳洲其实曾经有一个这个政治丑闻，就是这个邓森的这个丑闻啊。邓森是啥物人呢？邓森就是伊直接澳洲的工党的国会议员嘛，啊，听讲呢，一进警务收受这个中国富商一个叫黄相默，啊，收受这个黄相默的政治现金，那导致他在一些
澳洲的政策提案上呢，在中国的这个南海议题上就做出了一些对中国有利的提案。那甚至也有人讲说，他甚至有向这个工党的副党魁哦，来跟他们讲说，这个你到香港去的时候啊，你不要跟这个泛民主派，就是中国不喜欢的那一边嘛，不要跟他们见面。那在这个情况下，而且他也曾经将澳洲政府这个监控的讯息，那泄密泄给这个中国的富商黄向墨，让他回去跟中国来报告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就是澳洲的丑闻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面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邓森后来因为被爆出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事情之后，那邓森他就自己来辞职了。然后这个丑闻，这个物件，这个 scandal 就是丑闻的艺术啦，就是讲这个物件在澳洲是报就大，但是讲台湾好像说。这个看到这个两岸一家亲，你侬我侬这种很明显的这个媚中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台湾民众好像对这个事情都没有什么感觉，让人家很难过啦。小伯，你讲到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三个讲，其实呢，伊个邓森就是收这个中国的钱，政治现金了，而且迄时阵因也在合法收受中国的外国的政治现金的哦。伊收这个政治现金了，包括以南海议题，甚至伊替中国讲好话，拢采取中国的官方口径的时阵。澳大利亚人讲，你收中国的钱，变成讲起来，中国立场讲话，这是一个政治丑闻。你有看到无？台湾，咱虽然唔知道台湾的政客到底有啥物把柄去予中国客气，还是讲有收中国的钱无了对啊？但是你有看到无？当咱的总统跳出来强力回击这个习近平，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阵，竟然咱的政客，大家人拢呼应习近平，咧替这个蔡英文的讲法去外卡的时阵，安尼竟然无成为政治丑闻，咱台湾社会政治道德有够低落。我认为，这个有够低落的政治道德，真正值得我们的社会好好的共同的来深思跟反省。咱进节讲过了，继续来分析。欢迎回来咱新一政经署的现场。新一，我会记得进前这个国民党的政客啊，开始讲这个两岸和平协议的时阵，是网络顶端嘛，有足侪人开始找到讲，较早国民党和共产党其实也签过这个两岸和平协议啊，两党和平协议，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蒋介石 QQ 的照片啊，哈。那其实这个网友有整理啊，其实历史上国共曾经在第一次签的时候是1923年，他们曾经来签这个孙越联合宣言，那宣称说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而且他们必须要这个来合作就对了。可是后来在国民党打下南京之后呢，共产党就在南京搞破坏，然后导致最后国民党只好发动这个清党，那就跟共产党决裂了。那在历史上第二次这个蒋介石又在 QQ 了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是1949年的国共内战。那国共内战他们也是在北平谈这个和平协议，那结果谈完之后呢，最后共产党跟国民党翻脸，那也导致后来国民党就绕跑了，只能来台湾躲，就发生这两件事情。问到小波，你讲到是安尼啦，吼，就是讲过去甲这个迄个共产党来签这个和平协议的第一个，吼 ，QQ 的，其实就爱问蒋介石，所以我是感觉咱应该到大溪去关落音，吼，敢问一下讲啊，过去你签这个和平协议的迄个部分，对不对？到底是好啊，唔好了对啊啦，吼。而且先一个另外一个代志哦，就是讲咱讲蒋介石了啊，过去是西藏啦，西藏的这个吐蕃嘛，因是1951年的时阵嘛，是被迫和中国来签这个17点和平协议，结果大家都以为。本来它是和平协议，签了就会和平，结果谁知道坦克车就大拉了的开进西藏，那导致后来拉萨这个地方还发起这个全民抗暴的这个行动，最后就是数万的藏人啊，有人被杀，然后数百万的藏人被杀，数十万的藏人流离失所，甚至这个达赖喇嘛也被迫要离开他生长的故乡了。是，达赖喇嘛尊者伊嘛是爱离开的对啊啦。对。所以哦，小伯你讲个这個，我就想到就是讲，其实台湾拢真正对所谓的两岸和平协议，尤其吼，你要跟这个。野狼来签这个东西，有狼子野心的中国来签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那个后遗症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是刚刚说，我们新一政经是有一个好事，就是说我们都会把这些所谓的真相传达给我们台湾人民跟台湾社会去知道，不管我们台湾人民最后做出什么裁决，但是我也刚刚说真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刚才说到这个西藏吐蕃，有人说叫吐蕃，而且我来讲一个两个小故事好啊，你知影无？迄时阵啊，这个
古早中国对不对？伊拢有迄个藩属国了对。啊，当年拢爱来啊朝贡，啊来朝贡的时阵，迄个变伊个朝贡的藩属国。啊，当然，迄朝贡是伊摕物件，摕因的土产来换中国。吼，因这个上，就是讲因的这个上国吼，伊就一寡互伊一寡迄个啊，变成贸易的行为，有人安尼讲叫朝贡贸易啦吼。啊，伊时阵吼，你知影清朝的时阵，清国吼，伊有二十个藩属国呢。哦，佫不止啊少哦，啊，其实吼，这个藩属国内底最后一个藩属国，其实就是啥呢？可能咱这个台湾社会可能较无了解，就是尼泊尔啦，吼、哦、啊，所以呢，迄、那个袁世凯就任这个大总统，因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的时候，伊就曾经呢写批呢去有啥呢？去有尼泊尔甲西藏哦。伊就写批去讲，阮要组成一个汉满蒙苗，嘛，汉满蒙回藏苗苗的这个中华民国，啊，你要加入来无就对。结果人拢回批讲 ，no， 阮不爱加入恁的中华民国就对啊，吼，啊，表示啥？表示人两个所在是独立的，你知影无？所以后来先啊被迫爱签和平协定，就是因为伊迄个出兵嘛，共产党出兵嘛，甚至一个代志叫入韩，你知影无？伊迄个早期啊，这个。毛泽东伊咧绕跑的时阵，对不对？其实有一个美国记者足听伊的，伊叫斯诺啦吼，斯诺啦吼，就是雪这个阿拉来翻作斯诺啦吼。这个斯诺这个一个记者，伊曾经写过一个叫做《西行漫记》，伊的原名可能大家较知影，叫做《红星照耀中国》啦，《红星耀中国》了，对。一本才真出名，伊这个《西行漫记》内底，对不对？伊就记录一段故事，迄个故事是啥呢？就是1936年的时阵呐。毛泽东开始绕跑的时阵，伊个绕跑的当中吼，叫做虽然绕跑，但是伊讲十万里长征，伊就讲吼，讲阮咧绕跑的过程当中，唯一欠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吼？对外国的唯一的欠债吼，就是对迄个西藏吐蕃的人了对。因为咱走到遐的时阵吼，人因的藏人，互咱做侪迄个食物啦，互咱住啦，互咱食了对。所以毛泽东佫讲吼，他们唯一对外国的欠债的是西藏。结果原本是外国，结果来拍入去，出兵入去，然后变阴黑了，对啊。啊，签和平协议嘛无路用，嫌达赖喇嘛尊者也要来流亡到这个印度去了，对啊。你就知影讲吼，这个西藏其实是一个足好的借鉴啦。所以中国人是安尼啊，你互伊软土点着，伊会愈来愈深骨。像咱中国伊要签两岸和平协议，啊，你这个前提意思是台湾是属于你下嘛？其实迄个是过去的内战史观啦。啊，你也知影咧，其实吼，我一直主张台湾其实甲中国根本就无需要所谓的和平协议这个物件，这个政治谈判。是安怎讲呢？因为台湾甲香港无共款嘛，台湾也毋是香港啊。你知影香港伊想要需要签这个和平，迄个伊爱有1984年节中英联合声明，尾啊确认香港的主权转去呢。我大概报告一下，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三地所组成，伊是九龙半岛、香港岛甲新界。九龙半岛、香港岛对不对？香港岛是南京条约，啊来接下来这个九龙半岛是北京条约，这两个所在拢是永久割让了对。但是呢，到1898年的时候，因阁签一个叫做《展子香港界址专条》，就是要把新界吼租予迄个英国的对。1971年的时候，中国吼要取代着国民党成为联合国一个。迄、那个会员的时阵，对不对？成为伊的会员吼，啊，因为迄个席次就去予迄个中国客气啊，正版的中国客气的时阵，啊，迄、那个蒋介石即个山寨中国赶出去的时阵，对不对？其实香港诶，迄、那个英国政府迄时阵吼，把香港为殖民地的即个所在，对不对？改剔除殖民地的名单，改剔除了对。啊，再加上九龙半岛甲香港岛是永久割让，所以理论上其实伊是无需要来甲即个中国来做政治谈判。但是因为香港呢？地狭人稠，发展饱和，所以香港岛甲九龙半岛发展饱和情形之下，1970年代末人讲，资本家就去讲，啊，你新界到底到几年的租约，租了，租期到了，要怎处理啦？啊，无你也无啊，一个确定的话，我无倒去投资，对不对？所以到1970年代末的时阵，伊就必须要去甲中国来讲啊，啊，再加上英国政府想甲讲，我嘛治理香港治理也袂歹呢，所以呢，再加上柴契尔，伊话真厉害呢，伊是铁娘子。1979年，柴契尔上台了，伊对英国内底镇压，因的工会运动，对外去拍一个福克兰战争，哦，趾高气扬的对，阮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终于又日不落了对，哦，安尼铁娘子的遭遇，甲邓小平要来做政治谈判。结果去1982年，我也记得1982年九月的时候去甲邓小平谈判，伊些柴契尔回忆录内底就一个记录啦，内底记载啥货呢？伊讲吼，嚯，邓小平哦，哇呸，哇，你知道邓小平出来配烂啊，而且最厉害的时候哦，伊弄一个谈语了对，但是配烂足准的，你知道？啊，佫等下驳婚了对啊吼，柴契尔讲那很粗鲁无文的一个吼，你嘛人
邓小平这个太糟糕了，都很 low 了，对啊。这个铁娘子，英国这个绅士国家出来的铁娘子，你知道？结果惊到，你知道？啊，邓小平就轻轻喉咙讲一句话，讲拍死，我出兵摧毁香港的繁荣，拢要把香港收回来。这句话呢，和这个柴契尔夫人铁娘子讲惊到，惊到，讲惊出来是讲扑街啦，都跋倒，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新闻了，对啊。啊，这个新闻落香港。变成啥？九龙半岛、香港岛，对不对？两个所在都要连带一起，拢爱归还给中国。阿拉签订1984年呢，这个所谓的中英联合声明，其实就是这个状况来的。啊，台湾也无新界的问题，咱也不甲做啊。啊，咱先爱甲伊做政治谈判，无嘛，咱不是香港的迄落嘛。所以台湾根本就无需要去考虑到所谓的两岸和平协议的这个部分嘛。是，就以前你讲的这个柴契尔夫人扑街的这个物件吼，我想着讲，其实台湾和中国也无这个香港新界的这个问题啊。是，咱是安那无代无志，要家己预设一个前提，讲我要和中国来做谈判就对啊啦。迄就亲像讲，我走去领导和你讲，陈义起，咱即马来猜拳，啊那是我赢啊，领导就算我的啦。是，啊那我输，领导嘛是算你的啦。是，安尼就是这个预设问题就奇怪啦。像我是客家人嘛，说我可能是我会当去和迄个客家妹陈明珠讲，不然我们猜拳嘛，赢了就是你嫁给我嘛。啊，如果我输了啊，就是没有。这回事嘛，对不对？我也要跟林志玲猜拳，对嘛？是不是？猜赢了林志玲就要嫁给我，猜输了就没事了，那就奇怪，对不对？是啊，伊真正以为台湾是全家了，对啊，全家就是你家，后来从国家欧乱来了，对啊，所以人类通常是安尼啦。咱无新界的问题，对不对？咱根本就干那啥货？咱其实咱拢正常食咱的食物啊。比如讲，等下咱下节目了，小博咱两个小酒去食物件。是。咱去食物件的时候，咱一定是去哦，无的法式料理，无日式料理，对不对？啊，无的台式料理吼，啊，甚至也比较简单的，无的水饺、炒饭吼，啊，是什么面、阳春面拢会使啊。但是我们人类其实是没有吃米田共的这个所谓的问题的。其实咱无需要，你知影？就是吃米田共这个问题意识。但是今仔日两岸和平协议，那会变成台湾爱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你有感觉足奇怪无？是，原本伊无应该是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甲香港的迄个状况嘛无同款，台湾嘛无新界的问题。结果台湾的政治人物为着个人的政治利益，亲中了后，对不对？啊，亲中的过程当中，就甲台湾人讲，咱爱来有一个考虑两岸和平协议哦，咱未来较会使安那，敢那未输。一定要得到北京的允许，才会来选台湾的岛主总统啊！安尼时阵，我也刚刚讲，你得走去北京算了啊，是不是？你也按你爱迄落的。北京无法度算。哦，无法度算就对了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为迄个当中，咱的分析内底，为两岸和平协议，尤其2018年10月24号这场选举落了，台湾开始弥漫的这所谓的一系列所谓的亲中的这个风潮，甚至政治人物替台湾已经提出一个前提，迄个前提就是讲，咱一定要来谈判两岸和平协议。我你讲，这拢是政治人物要卖出卖台湾的一个足好一个象征。我记一个就好啊，咱伫网络顶端，只要写一个维护台湾的话，足侪人就讲你是汉奸。但是当台湾的政治人物要逼台湾，根本就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两岸和平协议，因为咱唔是香港，无需要甲伊做政治谈判。咱唯一爱做的，这段时间内底。强化自己，武装自己，提升咱家己的能量。有一天被迫爱盖谈判的时候，咱靠筹码嘛，咱是爱做的是这件代志嘛，对不对？啊，记的是安尼时阵，娘娘想啊，咱爱去考虑两岸和平协议。所以，我啊，咱的观众朋友报告，如果有政治人物讲台湾需要去考虑两岸和平协议的，就敢那人类跟你讲，咱的选项内底要食物件，选项内底某一个选项叫做米田共，我跟你讲，迄个人绝对是居心叵测，未来出卖咱。台湾2300万人甲后一代利益的政客，所以咱新义正金属节目先到这，大家回去好好啊，冷静思考两岸和平协议包藏祸心的所在。